哎，边亮。啊。啊。哎呀，我这新衣服你看不出来啊。哦，哦，是吗？怎么了？今天不是要带小芳去面试吗？这行吗？啊，行啊，你面试嘛，朴素简简单单不是挺好的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小芳，你今天得好好表现啊！今天表现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到暑假的时候，你跟你爷爷组团打游戏，我都不带管的。我信你个鬼！到时候又得给我上什么枷锁？啊，我这回我跟你说，我说话算话，真的。哎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今天车限号，你送我们一趟吧。啊。我这要去西边接个大客户，我可能那时间不顺路也。早高峰也不好打车啊，我们。没事嘛，咱们坐地铁吧，方便快捷，不堵车。哎，哎，倒也是。行行行行，你看还是小芳知道低碳环保啊。来，那我走了。拎的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就一些脏的那个衣服换下来的，我就。你给我帮你去。我这样顺路，我就送去干洗了啊。行，走了啊。今天倒是勤快啊。领导，专车到了，下楼吧。咱们往那边走走吧。哦，好。好，我下楼了。我爸，哎，他在酒店门口干嘛呀？他不会是要到五星级酒店去干洗他的西装吧？爸，没想到咱们家现在这么艰苦呢，您都跑来拉滴滴了呀？边亮，你正好在这儿，你送我们一段吧，实在是叫不着车。等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来，这个就是那个东晓，我高中同学，刚从英国回来，正好也是这次我们集团并购那个赵氏企业的代表，啊，你派我来接一下。呀，也没想到，就离家这么近，就在这酒店呢。边太太吧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你们要是赶时间，我们还打车吧。小芳下来，顺路的话，要不然一起吧。哦，顺道顺路的是吧？哦，对，方向一样。那行，来来来，快来，快来吧，啊。
你好。边亮，前面有个地铁站，要不你给我们搁地铁站吧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那个阿姨，你这是从英国回来的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哈利波特的故乡？有啊，你说爱丁堡？嗯，我就在那儿上学的。你喜欢哈利波特啊？喜欢啊，我当然喜欢那个了。虽然我一开始看觉得有点恐怖吧，但是后面越看越精彩，越看越好看。你不知道，哎呦，那个魔杖，我也想有一个，那太帅了。那我下次回去给你带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那都糊弄小孩的，你都多大了？你还魔杖呢？这不淘宝上都有卖的吗？还没人要呢，你这。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最近什么时候还能回去了。东晓，你这次回来就是打算彻底回来了吗？暂时不走了，因为最近在国内有一些工作。我前一阵子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评估啊，整改，动作可不小。然后东晓是集团总部派下来的评估专员啊，那权力可不小。你说这节骨眼上，我这天上掉下来个老同学，你说我这是什么命是吧？哈哈。那个阿姨。那你算是我爸的领导了呀？算是吧。哎呀，你阳怪气儿的干嘛？哎呀，领导，你可得好好管管我爸。我们家真的太不民主了，干什么都得听我爸妈。你让我说，我在我们家里啊，我爸他不让我看电视，那不让我打游戏，他就让我学习学习再学习。你这在家里学了，在学校里学。他现在更过分了，他把我送到国外去学。可是像你这个年龄就是应该学习啊。我跟你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天天学习啊。哎，东晓阿姨小的时候那学习可是真好啊。啊，人家后来不是也出国了，而留学回来以后到集团当领导去了，这不都是好好学习换来的？我又不想当领导。东晓，你当初是因为什么决定要出国的呀？说来话长了，我有点不记得。妈，妈，干嘛？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你看我爸长得多安全呀，不会有事儿。你说什么呢？别胡说八道，赶紧迟到了，快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就这时候那没法弄，那叛逆期啊，这期一点招都没有。不过咱们那时候也差不多，都不给大人省心。你老婆挺漂亮的，而且看起来也很知性贤惠。
对，他上大学的时候成绩比我好，是挺优秀。后来就从原单位辞职了，就回来照顾家、照顾孩子，其实也挺辛苦。你还真是有女人缘啊！我这不就傻人有傻福。快点啊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我出来的时候放在包里的，没了呢，是不是在你包里啊？你赶紧找找。啊？怎么可能在我包里？妈，你不是我看见你装到你口袋的呀？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出门的时候确认了呀，就是没了。你找找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找找。怎么办啊？哎呦。这样，小胖，你先进去跟那个中介的阿姨打声招呼，跟她说一下情况啊。妈妈赶紧回去，回去拿一趟。你快去吧，把队排上。快去，快去，去啊！妈，不是妈。哎，你就在那儿，别乱跑，听见没？啊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先去停车去。没事，我等你。嗨，你不是上面派下来给我们做评估的领导吗？我就要跟你一块上去，就别人说闲话吧。你现在想着避嫌了？你们那个廖总肯定已经把咱们俩是老相识的事儿传遍整个公司了。没关系，大大方方的嘛。哎。喂，妈，对不起，您别回去了，我把这个资料自己藏起来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去英国留学。走啊。以前不喜欢香水。我记得以前你约我的时候，倒是喜欢学着电影里喷点花露水什么的。嗨嗨，我那儿怕蚊虫叮咬。时过境迁，人喜欢的东西是会变的。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借助一点外力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哎，边经理早，这位是集团新来的领导吧？哎，你好，我叫朱生豪，是边总的这个老部下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。你好。传那么快？哎，刚才这个领导说的很好啊，人是需要借助一点点外力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所提高嘛，是不是？好话太多了。
我是不是也到了？是不是有毛病？挤眉弄眼的。边经理身子不怕影子斜，让他们随便猜呗。是，那别了，还远点吧，我怕再给你添麻烦。我无所谓。到了。那行吧，再见。不是，你办公室在那边。我评估你，当然要去你办公室了。不想去你早说啊！爸爸妈妈上下一通忙活，不就为了给你有一个更好的方向、更好的规划吗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能听吗？就凭你现在的成绩，能考上重点高中吗？最多只能上个职高。我就想去上职高呀。不行。不是妈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都不尊重我的想法了。我年纪是小，我没成年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想，好吧？自己的思想，是，都凭着你高兴了，你爸该不高兴了。你爸这一通忙活，我爸他就是死要面子，要面子就得由着他吗？是他大学是毕业了，他现在还不是个卖车的。你别这么说啊。哎呀妈，我知道的，其实你也不想去。特别今天早上碰到那个阿姨了，你就更担心，更不想去了。你别瞎胡说。那你说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好了，我就好好备考，行了吧？考得上就去上高中，考不上就去上职高，选点自己喜欢的职业。哎，你还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？那我怎么跟你爸说？不是妈，现在不能什么都听我爸的。这样，我去找我爷爷。你别给我添乱啊！听见没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慢慢说服他吧。咱们就是反正聊工作哈。你昨天不是说要跟我叙旧谈情吗？只有叙旧没有谈情啊。那个，你不说闹玩了吗？那是因为昨天我没有看到你家人。今天我看到你太太那么漂亮，你的儿子那么可爱，生活挺美满的嘛。你猜猜我现在什么心情啊？这不是到这时候都这样了。哎，瞧把你给吓的！给你看点东西。我有男朋友，回国的时候已经跟我求婚了。哦，哎呦喂，嚯！嘿，你这给我吓得我，这可不能这么闹啊！你这么帅啊，我这好像是不是年龄比你小了？换口味了啊！不过一看就优秀，你瞧瞧。哎呀，恭喜你，真的。是真心的吗？你就没有一点失落感？失落感当然还是有的。
但我是真心是希望你能有人能照顾你关心你，这真的。哎，任总，海星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刘总来了，他们公司是做这个新能源汽车销售咨询的，他来了，然后说您跟他约了，但是你也没通知我，我该拿什么资料？海星是哪个公司？海星，我约的，让他进来吧。最新最高端的新能源汽车销售策略，不想听听吗？哦，我现在去请。拜拜，刘总，谢谢啊。回见。好，有时间约。辛苦了。听他这一番话，这是真有收获，厉害厉害。你怎么想到把这刘总请来了？我这不是评估吗？看了一下你最近几年的业绩，虽然成绩是不错的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压力。现在汽车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了。如果不接受一些新的思想的话，会越来越难。当然要创新了，而且现在也只能创新，这点我是没问题的。只要指明方向，那太好了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高一高二，你对这个学习的事儿就是吊儿郎当的，所有人觉得你对成绩一点都不 care。到了高三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一下就开始使劲，然后就在班上名列前茅，还考上了大学。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你的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当年的那股子冲劲儿。现在这个社会压力啊，工作压力啊，市场压力啊，各种压力，就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不往前冲怎么能行呢？逆水行舟啊，要是自己不冲的话，可能就得被别人按下按钮就给冲走了。你一会儿有别的事儿吗？怎么着？您说。陪我出去一趟。这个怎么样？哎呦呵，华丽。这个呢？这素雅。这件呢？呦，这性感啊！哎呀，好看是真好看啊，我估计可都不便宜啊。帮我挑一件吧。哪有我挑呢？你喜欢就行。你眼光好。这件试一下。好。
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，你等等，来，我给你拍个照片。嚯，给你那小男朋友送过去，这不得飞奔而来啊，这是。啊哈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呦，这几个款式是比较搭配的，你过来。啊，搭一个。可以。这就对了，你这个几个意思？这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你帮我去试一下。我帮你，我这怎么办事？我这五短身材，我这穿这没效果。我男朋友他很挑剔的，这种衣服必须得上身才能看出效果来。他不是效不效果，我怎么能给你试你？这儿现在没别人，你怕什么？他跟有没有别人有什么关系？我，你帮不帮？先生这边请。帮人帮到底吧。微笑，对对，好，我们再来一张哈。好，露齿露齿，哎，对，保持。啊，老公大气点，好棒啊！来来，我们好，面向面向彼此，面向彼此，两个人你就拍就行，拍衣服。面向彼此啊。好，女生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公，对，把你的手搭到肩上啊，男生挽着他女生的腰，哎，腰啊，啊，对，男生用你坚定的眼神告诉他你愿意啊，看着我，再微笑，坚定点眼神，行了，精神精神啊，再坚持一下，哎，好，再来几张啊，辛苦一下。靠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女士，你先看看导出来的原片吧。这个不错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呀想把您的照片挂在橱窗里展示，做个宣传。有您这几张照片啊，我们这个店会增彩许多。当然得先经过您的授权。我没什么问题啊。不过，你把这男的 P 一下，他太难看了。他不是我的新郎，他是我找来的替身。你把他找个帅哥 P 上去。其实我今天就是要拉你跟我拍婚纱照。啊？什么？你这跟我拍什么你？嗨，我这就是，你这跟我拍是干嘛？拿回去当门神？你这还比谁？你还是踏踏实实等你那位来了以后，你们认认真真拍一个吧。你是真不记得了，还是跟我装傻呀？啊？看婚纱呢，好看吗？太薄了，全是纱，那多凉啊！而且款式也都一般。这么多件儿呢，没一件你喜欢的呀？配不上你。行，那咱俩以后结婚的时候，你给我选，你选什么我穿什么。说好了啊，我选什么你穿什么。嗯。你这劲儿真好。哎，边亮，你是属什么的来着？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是属鱼的。这记忆力只有七秒，不想记住的事儿是一点都不带记的，是吧？嗨，我是，不是不是，这多少年了？你想想，这么长时间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回忆。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哎，我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。Thank you.
喂，哎，新彤，我到楼下了，马上上去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想说，为了送我去国外留学，你花费了很多心血，就像对待你的汽车销售项目一样，你分析了每一所学校，得出了一个最优的方案，结果却让我在半个小时内就 KO 了。你是不是还想说，你做出这样的规划是为了我的人生和更高的目标考虑？行，接着说。来，爸，我不要那么高，而且你做的这些规划从头到尾都是你想的，不是我的，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。但是我有身份证啊，国家都承认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你做的都是对的，我就是你的一个销售项目。但是我是个人啊，我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，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住宅不受侵犯，通讯自由及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。爸，我相信你也是个懂法的人，住宅不受侵犯。嘴皮子功夫都随你了。去，这可不行。哎，谁要锁门了？门开开，你不要聊吗？来，想聊是我的权利，不想聊也是我的权利。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聊。行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，哎，别管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别走这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不开，过一会儿你别后悔啊。哎，干嘛？你私闯民宅犯法的啊！哎，动可不动手，可是你说的啊，小的时候打那么多架，屁用都没有。你现在要是动手，你可就输了。这孩子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你也看到了，咱们这次要是输了，认了怂了，以后咱就完了，没法教他了。以后怎么弄？咬着牙都得给他演下去。你干嘛？行，讲法律吗？不是，来，来，好事儿啊，懂法律了。没错，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啊，以及自己住宅的不受侵犯的权利，但是你不在这个保护范畴之内，明白吗？来，我给你瞧瞧。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这个房子写的是你老子我的名字，明白了吗？行，不能打人啊，不能打人，不能动手啊。那不能动手，这孩子现在法律意识这么强，我要再动手的话，这叫什么？故意伤害。行，那咱们，那这样，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哎，那咱们就玩个游戏啊。来，跟我出来一下。
充分运动啊，使劲呀，哎呀，活动要充分啊，嗯，好呀，哎，别停，好，哎，咱们今天这样，4000米，这是你们需要运动会的项目吧？嗯，今天我陪你一块跑，这不算体罚吧？哎，公平公正，今天呢4000米，然后20分钟内你跑下来，游戏照玩。20分钟跑不下来，你那游戏机咱们就分成两半，好不好？从此再见。20分钟跑4000米啊？20分钟4000米怎么了？啊？你行不行啊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叫行霸。哈哈，是骡子是马，咱们先溜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走着。好，走。哎，节奏，注意呼吸啊。嗯。这下坡还好跑一点，下坡好跑。下坡好跑，但是容易摔跟头啊。嗯，慢点儿。4000米怎么这么长呀？啊！哎哎，别停别停，别停别停，4000米还长，你这辈子比这长多了。哎，能停吗？我跟你说，而且是越往上跑，哎，还越累。但是呢，人还都往山上走，那叫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明白这道理吧？明白明白。好，跑起来。我还没到4000米啊，哎，还早呢，快，哎，不要停，对，好，跑，这，跑，哎。怎么了？啊？要继续我不要了，死样子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呀，这个身体啊，跟你的考试成绩一样，那都是叫基础素质。哎，你说重不重要？啊？但是愿赌服输啊。那你这个游戏机呢？我拆个零件给你。哎，留个纪念啊！行，自己认认路，你自己回家吧。啊，哎，你不回去啊？说了4000米就是4000米，哎，人就是得这样，说到做到啊。游戏机。笑笑不开口，相互
着你，成为你的依靠，不想让你受委屈，却不懂逗你笑。你传递的信号，我总是忽略，感受不到，让你的笑越来越少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，爱你是我最后的记忆。对不起，如此笨拙的爱你，别怀疑，你是我全部的意义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部都忘记。爱你是我最后的记忆。